开它那个 Airbus 的15然后我是没有看过完整的包装，然后我是大额的这个东西买过，现在直接来拆。完整的 Airbus 的，非常明显。那这个 Airbus 的也是没有有序号，然后也有完整的包装，完整的，这是完整的。然后就是捷达智能运筹，对，怎么开呢？就直接开吧。就是 Airbus 的包装，然后这个 Security 这个都是 Security Cell 是完整的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。Is it broken? Please check content。那就是拆了就是等于就能开始用，然后它外包装非常好看这样子，我们就拆咯。那这边就是绿色的电容体，然后有这个布的包装这样子。说明书，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什么。OK， 就是简单的一个说明书。要看一点哦，人家开过比较先打开，然后通。
通常第一次是不会有上电，就是还没有插过电这样子，就得开机。对，打火机开了，因为它通常第一次要插电上电这样子。然后看一下充电口有没有划痕，印了后面，看起来是没有，对，都没有划痕。好，看一下这个仪器的部分，来透视，相当简洁有力的液压器，是230瓦的。230瓦，240瓦，这个是雾，才开来用。就先少电，这就直接少电了。电源接口了，我记得是。充电之后就应该可以开机了。对，然后它的键盘有颜色，然后下边这边键程还行，触控板非常的 smooth。右边都有 Type-C， 左边是一个 A 口跟一个 3.5mm 的耳机口这样子。其实有点奇怪啊，看那么久没有开机，我就现在 check 一下型号，型号 Gigabyte。开机，正常开机，第一次质检会比较久一点，这是连强点了。进系统了。Getting ready。SNO336，看一下 SN 有不对。
下，就是等它开机。这有点奇怪啊，过了11分钟了，还没有开机。Just a moment， 我已经等他好几个 moment， 吓死！居然他只有第一次开机那么久，等系统。那就是看你要选哪一个语言，应该有中文繁体。电视，中国版是正常的，是。有什么微软注音跳过，那网路就先连一下我自己的网路，那它搭载规格就是1250配一个4060的一个规格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记得是2年全球保，电池1年保这样子，电池蛮大的，电池是99瓦时，对。等待魔法发生，但是看起来是没有魔法的部分，但这萤幕整体来说看起来是做的还行。然后有镜头，这也是有镜头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跳那个，就是重开机那个东西这样子。然后正常来说，这是一个很顺畅的一个，对，很顺畅的就可以进去系统，然后就是登录账号这样子。对，
我就感觉这个可能是有点小瑕疵，不确定。其实它下面这边还真的蛮酷的，呼吸带你走开这样。然后它现在就是在还原的部分，就让它慢慢还原吧。